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印顺导师《妙云集》里面《般若经》讲记，那么在第八页，因为我们昨天先就心经的部分对般若的一些解释，那么做了一番的解释哈。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第八页因为这里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但是呢，方便将出毕竟空眼土熟生，那么也就是说，从我们凡夫众生踏上发菩提心，踏上成佛之道，那么是透过什么般若道到什么方便道，然后而就近成佛的那么这个过程，那么都是透过对空的体验，因为般若将入毕竟空，有没有？这个毕竟空是不是透过性空来的？是深入法性。那如何的深入法性呢？就要做什么？甚深维系的因缘观，知道因缘的什么平等性因为这个空字是一个否定的符号，否定什么？不平等，是不是？等于是在否定不平等性。那如何的不平等呢？因为如果是独存的，那么其实是不平等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自己可以独存，我不受其他的影响，那么我可以不参与的话，这样子我跟大家平等不平等啊？就不平等了，所以呢，所有的因缘呢，它都不具有这种特性，就是不具有它的什么独存性，也不会具有它的什么不变性，乃至也不具有它的实在性，或者叫做主宰性，对不对？所以所谓的空尤其法性讲到什么因缘里头去了，那么所否定的就是那份不平等，就是不平等。那么所以我们说甚深的空义当中，是不是就是去显现那个那个平等之性其实就是在展现平等性就是在展现平等性。那么也因为透过平等性才能够让我们去体会到什么涅槃的境界。涅槃它是极静的，有没有？涅槃是极静，为什么极静？就是因为体会到因缘的什么平等之性，平等到无法言说，任何言说其实已经都不平等了。它是无法言说的，所以叫做什么觉诸细论。但是我们说还得要出哦，并不是就停留在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么接下去呢，就是什么方便道了，方便将出毕竟空那么眼土熟生，对不对？登地以上的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从初地、二地一直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他的圆满之后呢，而成佛，过程就是在做什么？庄严佛土，成熟众生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都要透过文字般若，让我们起关照，因为在关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到生命的层次的话，那么其实是脱离不了这个关照的，因为不纯粹是文字的问题。学了半天，是不是应该就放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头乃至是我们的人生观，会这个能够有不同的什么这种做人的风格会不一样，是因为建立了一个比较怎样正确的人生观。什么叫正确的人生观呢？其实要怎样摄相从性，从法性而去看到什么法相而看到法性，对不对？容相即性观。乃至怎样敏相能够正性，对不对？这个叫做摄相从性。明明我们看到的是现象，而且这个现象高低起伏不已对不对？是不是随时都在变化？为什么随时在变化？因为性空的缘故嘛，对不对？所组合出来的因缘，它是不是随时都在变化的？没有哪一个因缘它可以固定不变的，它可以不参与变化，没有这样子的因缘。所以，所有的因缘都一起不断的在排列组合当中，才形成出了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什么现象，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现象所迷惑，那么就要怎样深观法性，对不对？
就必须要怎样升观法性哈。所以这些呢也都透过文字啊，所以呢，我们的第八页的地方进入所谓的文字波瑞有没有？啊，所谓的文字呢，就指佛陀所说的一切言教啊，啊，所留下来的这些啊这些思想理念，啊，那么尤其像佛经啊，那么佛经以名句闻声而立啊，但是呢，名句闻声又依声来怎样假立，所以不仅文字，还包括语言，是不是？啊，那么佛陀在世由佛陀来宣说佛法。那么佛陀涅槃之后由佛弟子，对不对？那么所宣说的佛法是不是也都要合乎法印，才叫做正确的佛法啊？正知正见的佛法。所以但是呢，佛法它只是一个什么，不，所谓的文字它是一种工具啊。那么就好像我们手指头指着月亮啊，所要去展现的是月亮，但是不得不用手指来指它，对不对？所以文字它就像手指头一样啊，以指标月啊，啊，乃至于我们一直讲说从此岸到彼岸啊，是需要有文字的工具，波瑞船啊，过程是一定要有工具的，对不对？没有船我们没有办法从此岸到彼岸，但是能不能上到彼岸必须要放下船哦，啊，要放下船。所以为什么一直讲说，哎，到彼岸的时候必须要怎样？就说见到涅槃的境界，它必然是觉诸细论，就是因为放下了什么文字，要放下文字才看得到什么涅槃的境界哦，也才看得到涅槃的境界。好，所以呢，我们说也都透过文字，但是呢，那么。我们要善用文字，而不被什么文字用去，啊，我们要从初分别到细分别，乃至到什么根本无分别，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啊，也是一个什么必经的过程，所以要从初一直到什么细，然后到无，啊，从我们凡夫到超凡入圣。所以我们说超凡入圣的这个点是证得涅槃的第一个阶段，超凡入圣。何谓超凡入圣？就看我们有没有去验证到涅槃的境界。什么叫做涅槃的境界啊？它就是一个真理现象啊，真理现象的现前。那真理现象的现前，它是不是所现的是什么平等相，对不对啊？是平等相啊，所以这个也等于我们的什么此岸到彼岸啊，这是不是彼岸？有好几个岸哦，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岸，还要再继续哈，并不是到这里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去验证到了啊真理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往往从初的分别。听经闻法已经开始从初分别逐渐怎样细分别啊，乃至到这里是什么无分别。从初到细到无，为什么初着相就会出，是不是要透过法性啊？啊，由摄相从性啊，所以我们会知道，其实涅槃的境界一定跟法性结合。一旦跟法性结合，它是不是跟空会结合？甚深的空意，啊，跟甚深的空意会怎样？会做结合。没有透过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假设这是第一标准，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叫做波瑞道，这个就叫波瑞道到彼岸。透过波瑞，我们是不是搭着波瑞船到彼岸去啊？其实就是到彼岸去，所以我们说摄相从性啊，先容相即性，然后呢要泯相正性，这边要泯掉了啊，要能够泯掉相的什么分别之后，无分别才可能怎样现前嘛，所以他还是要透过什么
甚深的空意哈，来到这边之后才是方便道哦。所以我们说菩萨道，他还是透过般若才可能自在无碍，好，才可能全巧变通，也才能够达于诸法实相。好，所以在方便道上所做的是不是就是眼土熟身呢？所以这里会是我们凡夫众生啊学佛的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去体会到何谓真理的现象，那过程当然是要经过什么真理的思想理念，对不对啊？真理的这种文字，然后起观照，才能达于什么实相。所以涅槃也等于实相般若的现前哦，只是它的量非常的微薄，非常的少啊。到成佛的话呢，继续空界啊，万里无云，在我们这个之前，我们现在好像在乌云密布之下，还没有拨云见日啊。我们在设法，对不对？如何能够拨云见日，就是要放下对相的执着。如何放下对相的执着，就是要深入法性啊，要知道法性空慧啊，要能够知道所谓的法性空慧啊。好，所以呢，在我们第十页。般若有什么样子的作用啊？其实有两个，一个叫做正真实义脱生死，有没有？般若，这个正真实什么时候正真实啊？超凡入圣的当下，涅槃的现前，那是一种验证哦。验证真实，什么叫真实呢？就是整个啊。实际哈，就是说诸法实际的现象，也就是说，就是所谓的什么诸法实相，乃什么诸法空相，对不对啊？那所以呢，真实的现象就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所以佛陀看待所有一切众生呢？都等视众生如罗侯罗啊，是不是啊？佛陀对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任何的分别心，而不是佛陀看不到任何的众生啊，以为众生都空空如也，是这样子的吗？并不是啊，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平等平等之相叫做真实相，才叫做真实相啊。而且这个是可以验证，什么时候验证呢？在初尝涅槃位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涅槃的呈现，也就在超凡入圣的这个点。那么如果以声闻法来讲的话，就是正出果；以菩萨道来讲的话，就是登出地啊，也就是超凡入圣的这个点。一旦能够到达出果，或者能够登上出地，其实都可解脱啊。这个声闻法里头最难其实是证出果，后面就容易了啊。只要证了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个势如破竹，水到渠成啊，那是必然能够怎样了脱生死的，必然能了脱生死。但是出登出地的菩萨来说的话呢，他就不见得马上自己也急于了脱生死，而反而去怎样帮助众生了脱生死啊，对不对？帮助众生了脱生死哈，所以透过般若道，主要就是让我们去验证真实，啊，与真实诸法实相能够相应相契，在相应相契的当下，已经抛掉了语言文字。但是这个之前需要不需要语言文字啊？需要哦，需要，并不是那个时候不需要，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我们现在是在下因哎，才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果位嘛。哦，所以并不是说哦，确实在正涅槃的当下，那个是不需要文字，已经多余了。但是之前一定要，啊，因为文字般若会是一个很，就是说是一个正确的引导，我们的观照才能够正确嘛，正确才有机会去证得什么诸法实相，实相的现前啊。好，那这是正真实以脱生死哈，以
波瑞啊，它的作用。第二个呢，要导万横以入智海，啊，要引导我们的什么六度万横。以菩萨道来说的话，啊，菩萨道六度万横嘛，啊，五度如盲，波瑞为导，有没有？是不是还是以波瑞为主要的这个导向？啊，波瑞等于是我们的什么眼目一般呢？啊，我们的眼睛啊，一定要看得见，路才走得正确。对不对？所以要如何的持戒、忍辱、布施、禅定、精进，是不是都要以般若为导？啊、嗯，那么都是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因无所住而行于持戒，因无所住而行于忍辱，因无所住而行于精进，因无所住而行于禅定，都要无所住的心。为什么是无所住的心？其实还是从什么性空来的。对吧？它都属于什么否定式的符号，因为我们往往会有所住，住于果报的追求。好，我们往往我们的凡夫性啊，啊，比较在什么果报的追求。但是波瑞会告诉我们，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这里的无所住是不要住于果报的追求，但是要非常积极的在哪里啊，在因上面努力。所以叫做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不管收获如何，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来的，那是众缘合合不合合的问题，那是因缘的问题，不是我们怎样能够去主宰。我们主宰得来吗？主宰不来的啊，因为结果如何，说实在那个因缘是不是非常复杂，跟过去有没有关系啊？过去十年、二十年、三五十年的努力，乃至跟上辈子、两辈子、十辈子、几十辈子的努力有没有关系啊？都有关系。好，所以尤其我们在耕耘的当下，什么时候成熟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去下种子到开花结果，是不是也要时节因缘啊？也急不来的啊，也急不来。所以呢，以波瑞的精神来讲，因为不要去着相，不住相而来布施，不住相来怎么持戒啊，是无所求的，是因为透过什么甚深空意来的、哦、空它本身是不是一种否定式的符号？无所住也是一种否定式的符号，对吧？不可得是不是也是一种否定式的符号？其实它这个都是相通的。为什么？因为因缘法，没有哪一个因缘是我们执着的来的，有没有？所有一切因缘是不是都非常平等的随着因缘在排列组合啊？没有哪一个因缘我们特别的能够把持住它，或者去主宰它，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是没有的，所以是不可求的，不可得的。啊，因为我们所要追求的果报，是不是也是透过因缘的和合啊？对吧？也是透过因缘的和合，就算因缘能够和合，它是不是一样会离散？啊，它是会离散。但是有人说，那既然呢？都讲离散，那干脆不要努力，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其实我们还会留下一个痕迹，是什么痕迹啊？业力的痕迹。虽然有这样的过程哈，有成住坏空的过程，有生老病死的过程，有没有？但是我们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业会随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起心动念，我们在造作业力哦。业力这个东西反而留下痕迹，啊，业力这些业力因缘种子，也是因缘法哦，它还是因缘法，啊，它储藏在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啊，它还是会起作用的，啊，它又会去结合我们的福报，或者结合出我们的什么业障，啊，虽然过程它一定是要经过生老病死。有情众生经过生老病死，无情的气世界是不是还是经过成住坏空？啊，过程是可贵的，因为我们在这过程是不是也在起心动念，在造作业力啊？啊，但是呢，啊，以波瑞的角度就是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尤其最后的这个向上的，就算他注视一段时间，就像我们也在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也活过一段。终归是不是还是会死亡啊？但是死亡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哎，
是不是也留下了业力啊？又影响着我们的下一辈子，哦，又会影响我们的下一辈子啊，哦，所以它还是有所记录的，会有所影响的，啊，那就看我们要所造的是善业还恶业的问题，好，所以般若呢，它会是一种引导的作用，啊，清楚而明白的引导作用，所以我们说光修福报是不够的，是不是要福慧双修啊？啊，是必须要福慧双修的，啊，所以在第十二页，啊，般若呢，它是属于菩萨的，啊，般若属于菩萨，而不是属于佛陀，啊，因为，所谓的成佛是透过菩萨道，菩萨道是在因地上努力的，啊，那么圆满的话就成佛嘛，所以佛是果报。那所下的因呢，其实也是般若的因，啊，所以佛说般若呢，重在实相，啊，实相的慧有没有？所谓的实相慧，它是离言而发悟。为什么离言？因为觉诸细论，是不是？啊，当诸法实相涅槃的现象现前的时候，是不是觉诸细论的？是离言的，啊，是不二的，是中道的展现，啊，由。法性空慧来引导什么？我们的万恨，啊，所以呢，般若以行为宗啊，如何的去行持啊，如何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对不对？那都以什么？以般若为导哈，啊，所以侧重镜像而严密分析，啊，侧重果德而拟圆融来讲的话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意思就是在讲说，嗯，像侧重镜像而严密分析，指的是什么？是唯识系，唯识系。侧重果德而拟意圆融，这是属于真常系，啊，真常系。所以我们说大圣有三系，啊，大圣有三系啊，一个叫做什么？性空为明系。就是般若系，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不是就是中观系啊？也叫般若系，又叫做什么性空为明系，啊，所以性空为明系来讲的话，是重在实相会离言发悟，有没有？啊，那彻导万恨，彻导万恨，是属于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型的，啊，那。帮助我们能够怎样解脱自在，啊，就算就说个人要求解脱，也非得般若不可。那菩萨道他要行六度万恨，是不是也以般若为导啊？所以他这个彻导万恨嘛，啊，但是呢，能不能解脱，是不是也在实相会上，啊，实相会而离言发悟，啊，这是性空为明系的一个特质。那么虚妄唯识系就是侧重镜像而严密分析，有没有唯识系？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啊？啊，我们说唯识系，它又叫做法相宗，又叫做法相宗啊。唯识专门谈现象啊，因为专门谈现象，所以唯识谈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细密啊？可以做种种的切割。那这个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严密分析。他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夫有凡夫所现的世界，圣者是不是有圣者所现的世界啊？啊，那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呢？一直到十地，到圆满，所呈现出来的、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镜像的。啊，所以也很像把这个图把它直转一个九十度，高度上的不同。高度上的不同，我们说这个在登山的时候，是不是，爬得越高，看得越远啊？啊，那个范围越大，啊，当我们爬得越高的时候，是不是越呈现平等相啊？嗯，在地上，常常在地上，大家就是一直很着相，看你戴什么名表，用什么手帕，穿什么衣料，有没有？啊，那就执着在这些现象上。但是我们如果到二楼、三楼、十楼、二十楼，啊，乃至到101楼看，哇，什么衣料那些是不是都看不出来啊？好不容易看到有人就不错，也分不出男女老少啊，
分得出来吗？已经分不出来，连汽车是什么牌都不知道了，只看到有汽车，是不是越来越平等啊？越高看下来其实是越平等，这个很像圣者的境界，这只是让我们去揣摩想象哦。当我们的意境提升的时候，其实我们越看越平等。所以我常讲说，当我们飞机飞到一个高度的时候，有一会往下看，我竟然感受到大地一片宁静，觉得这大地其实是非常安静。但是如果飞机下来，我们下来又不宁静了，是不是啊？哦，又开始非常的喧闹吵杂。为什么？因为着相的缘故啊。当我们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所看到的真的是一个宁静的现象。为什么宁静的现象呢？是因为完全不起分别，不是东西都没有了，山河大地是不是依然存在啊？哦，只是一个高速公路像一个丝带一样，对吧？已经分不出哪一个什么收费站是哪一个的，分得出来吗？分不出来。那个汽车也几乎好像都快没了，因为高速公路都像一条丝带，那汽车都点不上去。但是汽车是不是依然存在的？它还是存在，只是因为高而看到平等，会觉得非常的宁静，就是那种极静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能够登高？是因为我们放下了包袱，放下了自信妄执的缘故。其实是放下了自信妄执。我们越能够放下自信妄执，我们的包容度会越大。包容度越大的话呢，会觉得众生越平等。所以为什么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无缘的无是什么？不是无言无言的无言呢，而是什么？缘分也是性空的，是不是？缘分也是性空的。我们常常在分无言无言，无言无言弄爱做会呢，但是无言到底呢是很高兴，无言做会很痛苦，有没有？其实无言不是真正无言，而是结的缘不好。对吧？说我还没有够无言哦，讲起来都快要生气起来。但是是不是还是相处的啊？其实还是有缘的状态，只是缘结的不好，说哦，很气话，说我还没有够无言。但是那个还是有缘的状态，表示所谓的缘，它本身是不是性空的？可能这段时间特别无言，但是呢，以后不见得都保持没缘的状态耶。所以菩萨他为什么他会很平等的看待众生，就是在缘上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叫做无缘大慈哦，无缘才能够大慈，不是无缘的那个无呢。好，所以我们会不会发现否定式的符号它不用没有的没，而用无是不一样的。没有是有的相对性啊，对不对？当然无也是有的相对性，但是我们说用不无空非，都在展现什么性空，都在否定什么不平等，展现什么平等性啊。但是我们口头上啊无言无言的无言呢，其实还是缘分啊，只是缘结的好坏而已啊，只是缘结的好坏。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说啊，无言无口好啊，拄到这种代志。哦，这个也是一直，虽然讲得很顺，而且我们会觉得好像理所当然，有没有？但是这句话是错误的哦。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一定有因缘，不会无因无缘发生事情。没有种子怎么可能开花结果？我们自己想想看，不下种子可能开花结果吗？啊，不可能。只是我们所下的种子可能是我们这辈子没有啊，这个不是在这一辈子的经验，所以我们没印象。很可能是不是过去啊，过去曾经下过种子，过去是是不是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哦，哦，它都有可能的哦。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缘分，它本身以菩萨道，它是不是透过性空来引导啊，以波瑞来做，来测导万恒嘛？那波瑞是不是就是在讲缘起性空，
透过性空，在缘上呢还是性空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有缘，我们度化；这个时候没哈、啊、那个缘分不足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也下了那个已度的因缘呢、啊？啊，就像佛陀，啊，佛陀呢在涅槃之前也讲哈、啊，他说这个这辈子呢跟众生有缘的部分，那么他也下了什么，也已经度化了，啊，那还没有度化到的，表示缘分还不够深，但是他也下了将来众生已度的啊，能够被度的什么因缘，还是可以先下，啊，将来是不是也有可能啊？啊，也有可能被度化。所谓的，到底是不是佛弟子？说实在，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啊，皈依，我们说，哎，皈依，我们就是佛弟子啊。啊，那皈依，当然，我们若能够保持道心道业，如果这辈子能终其一生尽行受，都自认为是个佛弟子，那已经算道心道业非常坚固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可能起伏啊？有没有可能退道啊？啊，也有可能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因为性空的缘故、啊、是不是也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我们说要去长养啊，我们 的这种菩提心，菩提的种子是非常重要，是因为所有的一切因缘种子，它是不是 都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啊？啊，并不是踏入佛门就安心呢，踏入佛门也有可能退道，还没有踏入佛门，也不见得他将来不能踏入佛门，是不是？啊。只要能先下了这些因缘呢，那么将来因缘成熟，他是不是自然就会踏入佛门啊？因为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性空的缘故啊。好，所以呢以大乘三系啊来说的话，那么虚妄唯识系它侧重镜像而严密分析，那么真常唯心系啊，真常唯心系呢它比较侧重果德而拟意圆融，真常唯心比较重在果德为主啊，比方这个透过学佛之后就想要成佛啊，那如何的成佛呢？就告诉我们众生皆具有佛性，都具有一颗清净的摩尼宝珠啊，都具有一个什么清净的如来藏啊，有如来的胎藏，所以我们都可以成为如来嘛，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会比较在果德上面的追求啊？啊，比较属于信仰型的成分比较大，所以呢，拟意圆融，啊，赶紧能够成佛，啊，那么这个呢，会比较在什么果报上的追求，反而在果报上的追求，啊，所以大圣会有这三系，啊，会有这样子的三系哈、啊，性空为明系啊，侧重在实相会啊。那么离言发悟，彻导万恨，对不对？啊，虚妄唯识系呢，侧重镜像而严密分析；真常唯心系，侧重果德而拟意圆融。啊，跟这两个系统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哈、啊。好，那波罗蜜也就是事业成办啊，所要从我们希望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此岸到彼岸的完成。啊，不管此岸是有痛苦的此岸到没痛苦的彼岸，啊，或者我们有烦恼的此岸到没烦恼的彼岸，有生死的此岸到没生死的什么彼岸，那么波罗蜜也就是他的事业，啊，这种事项上面的这个完成，啊，事业的承办，啊，叫做波罗蜜，波罗蜜啊，所以我们说是透过波瑞才能够波罗蜜啊，是不是？才能够完成从此岸到彼岸的一个工作，那这个都还是第一个阶段的，还有后面的一个阶段，是不是也都是从此岸到彼岸，从此岸到彼岸，不断的往上，啊，不断的这个向着什么成佛的方向去的，啊，所以都叫做什么波罗蜜，啊，那么经典来说的话，经它是一种契经，啊，是相互契合的，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因缘法是不是它也不可能是单独存在，佛陀想要讲经说法，如果没有对象，是不是也无法，也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经典都要上契诸佛所说之理，要下契众生可度之机啊，对不对？因缘法是不是互动出来的，是相依相成出来的
啊，所以经典也是如此的，啊，也是如此的哈，啊，所以呢是透过般若来波罗蜜的一部契经，而且呢，这个般若呢也可以说是像金刚一般的啊，坚长明快啊，这个非常的啊明净快力。啊，所以金刚它可以说是形容般若，也可以形容是什么烦恼的难断，也唯有般若能断。啊，那么有两个说法嘛，对不对？玄奘大师会认为金刚如同烦恼一般，非常难断。啊，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呢，他会把金刚比喻什么？比喻成般若。啊，唯有般若才能够像金刚。金刚钻、金刚石、宝石般的啊，这么样子的坚长啊，这个明净而快力，才能够斩断我们的什么烦恼。好，好，那在第十四页，般若有两啊，有两类哦，啊，一个是比较，一个叫做拙慧，一个叫做巧慧。好，所谓的拙慧呢，会比较在事相上的分析，啊，因为一旦在事相上，我们说。只要成为现象，是不是都透过原生法？原生法的来源是不是杂染来的？啊，我们有所杂染才会去原生哦。所以在事相上的分析，它还是杂染。好，那要等到什么？这个离散之后不再生，不再生，那么是因为清净的缘故。哦，是因为清净的缘故才能够怎样不再生，啊，才能够不再生。所以我们说会有事相上的分析，难免还是比较在什么，在凡夫地上，在世俗地上。啊，我们说要超凡入圣，能够的跳出这样子的一个束缚的时候，我们是要等于说是透过什么？透过因缘法，透过因缘法，也透过因缘法而放下我们的什么自信妄执。是不是才能够打于涅槃呢？ 啊才能够去体会到所谓的什么清净的涅槃境界啊。所以以拙慧来说的话，比较在事相的分析啊。那这事相分析说它是可以严密的分析哦，可以切割的啊，可以去做种种的分析，说这是杂染的，这是清净的啊，这是应该灭除的，或者应该要正得的，对不对啊？是应该要去破除这个染妄染啊，那么才能够得到什么真净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拙慧，都还属于拙慧哦。那什么叫做巧慧啊？什么叫巧慧呢？其实是从法性当下，我们说所谓的法性在对立的两边两个现象当中，透过法性它这当中是不是就融通起来了，对不对？我们说哎，我们在世俗当中，我们会觉得世俗就是世俗，那么解脱好像是解脱到另外一个境界去，好像别有一个涅槃的世界。我们若从现象上是不是会这样想啊？所以一般我们说声闻法啊，声闻众来讲的话，他会希望怎样厌离生死而心入涅槃，有没有啊？但是呢，我们说如果菩萨他会认为怎样？生死即涅槃，啊，生死即涅槃啊，所以这个也等于说，我们会认为生死是我们掌握不住的，所以希望进入什么涅槃的境界嘛？这个是不是从现象上来看，要出离生死，而入什么涅槃？有出，也有什么入？有出有入是相还是性？相，其实是相。这个容易理解哦。声闻法是不是就这样子的一个大原则啊？觉得生死无常嘛，啊，是自己掌握不住的，有出有入。但是我们说，如果法性的话呢，就不是这样了。波瑞他怎么看？他是不是这样看？他就无所谓什么出跟入了，是不是？他无所谓出跟入，他就不是出跟入的问题，而是什么？是因缘法的问题。我们到底偏这边还偏那边？往往我们凡夫
是不是比较偏这边？啊，但是圣者逐渐偏这边。啊，所以呢，在中观里面的八部，最后两个部叫做不来不出，有没有？不来不出也是八部是四对的不二啊，对不对？心经里面是不是有三对的不二啊？不生不灭嘛，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那个中论啊，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出，为什么会有不二？是不是都从性空来看呢？因为从法性嘛，那么它是平等的，法相呢，它是有差别的，是不是？啊，一旦我们说用法性来看的时候，是不是看里面的因缘？所有的一切因缘都非常的平等，啊，那它就有机会平等起来。它的平等在哪？都是性空的缘故。所以以菩萨道来讲的话，说生死即涅槃，有没有？生死即涅槃哦。所以菩萨道也因为如此，他愿意在生死之流里面度化众生。啊，因为菩萨如果知道因缘法，纵然在生死流当中，他一样可以感受到极尽涅槃的那个法位。尤其是五地以上，尤其是五地以上，当然在初地、二地，啊，在五地之前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两者往往我们常常不平衡。到五地以上呢，它逐渐真的平衡起来了，啊，它在生死当中一样会感受到涅槃的境界，在涅槃当中呢，它一样，它也愿意怎样为生死中的众生来服务，啊，所以我们说菩萨他为什么能够事出事入而无碍？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属于事出法？这个属于什么？事入法，事出事入而无碍，是因为他透过什么？透过不二，他透过不二，也就是透过因缘法，其实就是透过因缘法，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哦，这是菩萨道的境界，尤其是超凡入圣以上的菩萨道。那么我们说，之所以成佛，是不是也要透过这个阶段呢？这个都要这个阶段之后成佛，那所谓的成佛，连这些都没有了，是不是？是不是尽虚空界？就是不断的打破嘛。如何的打破？是不是还是透过法性空慧来打破？其实就是透过法性空慧来打破。我们越是凡夫，就越去逐出这个墙来嘛，那个范围来，哦，越去形成出我们的什么相。所以一个团体里面，就是有人会搞小圈圈嘛，是不是？啊，搞小圈圈其实是很繁复性哦，这个我们比较那个，但这个也是有时候会自然的排列组合，然后哦，这群人比较契合，然后就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团体，那个是他的一个小团体，对吧？那这种小团体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打不破，谁也不见得能够进得来，我们也不见得要出得去，啊，那就越限制越怎样越狭隘，那个这个就不是菩萨道了，菩萨道是怎样，反而要去打破。啊，所以常讲说什么叫涅槃的境界？啊，导师在成佛之在学佛三要的最后一章，提到成佛的境界，不就是涅槃的境界是什么？一滴小水滴掉到大海里头去。啊，一滴小水滴是不是量非常的少？它的生死非常的快速，一下子是固体，一下子是液体，一下子是气体。不管如何的变化，它都是非常小的量。唯有这滴小水滴，因为放下执着之后呢，融到大海里头去，那么这些水的生命体是不是就大很多啊？就宽广，而且长久。啊，大海是一滴一滴的小水滴，但是我们在大海里头找得到一滴一滴小水滴的界限吗？找不到。哦，在大海里头，我们就可以去想象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在海上，我们在陆地上，是不是我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自我执着的很严重。我们一旦自我执着，从杂染的角度来看，是不是都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的什么差别相？相有，其实
包括差别，主要是因为有差别的缘故，相有差别，在现象上一定有差别。啊，除非透过性空之后达于实相，也就是相无差别，才叫做实际的现象。我们这种相有差别，是不是都是颠倒相啊？其实都是颠倒相，都是我们透过杂染的颠倒相啊。啊，它是一种杂染的颠倒相啊。所以我们说，唯有透过因缘的什么平等性，它所形成啊，所结合出来的现象才可能平等啊，是不是？啊，所以菩萨啊，他生死即涅槃，生死即涅槃，他是不是透过法性空慧来的，甚深的空义而来哦？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才叫做什么巧慧，这才叫做巧慧。啊，前面我们刚刚讲的浊慧，就是说它是对立的两边，分来分去。啊，对立的两边是不是就可以说它这个是清净的，是杂染的，这个是涅槃的，这个是生死的，对不对？不断，如果在现象上来讲的话，它粗糙，但是我们很容易去起分别。啊，所谓的巧慧呢，就是要怎样深入因缘法。所以这里有一个比喻哈，真的非常的好。他说在冰天雪地当中啊，如果我们想要取一桶水。那怎么取法呢？一般我们大概会去挖一个洞。啊，我们如果去南极、北极，有没有？啊，说这个我早上要漱个口，我们找不到水，但是冰天雪地怎么办？去挖一个洞，找一个井，因为这个冰的下面是不是有水啊？这个叫离冰取水。还有一个方式，用火融化冰，冰的当下是不是就是水啊？水跟冰呢，其实是不是融然一体的、啊？是不是冰中有水，水中有冰啊？啊，哪里需要说离冰再去取水啊？离冰取水是什么？是浊慧。冰的当下就是水，叫做什么巧慧？所以常讲说，当我们在家里头实在很烦恼的时候，就想要离家出走，对不对？离家出走也是一种浊慧啊，哈，但是这个也不得不啊，啊，也就利用我们这个浊慧呢，出去好好的想想，如何回去面对。其实，所以常说，嗯，寺院应该可以提供给人家离家出走的一个好去处啊，因为免得这个失踪这段你到底跑到哪里去，还有个师父帮你作证，对，婚姻比较不会出现问题，啊。让我们在寺院里头透过佛法想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我们个人能不能脱离一个家庭完全独立啊，很难啊。孩子发烧了，孩子生病了，你就算在外面，你是不是还是着急的不得了啊？我们的心真的能够不动吗？很困难，对不对？所以我们透过浊慧离家，对不对？但是要透过巧慧回家，哎，家庭就是道场啊，家庭就是最好的磨练的场所啊，所以巧慧教我们回家，哎，教我们回家面对、解决、接受、解决问题，这样知道吧？啊，因为家庭的这些问题。他所展现出来，其实佛陀早就讲遍了，不要讲到家庭问题，生死问题都讲遍了，何况家庭问题，对吧？哦，在佛法里头，能不能把家庭问题给他想清楚啊？哦，大家结合在一起都是因缘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因缘法？其实都是因缘法。啊，那当然，我们凡夫难免是浊慧哈，难免想离家。但是巧会帮助我们回家，对不对？因为透过因缘法是不是差不多啊，啊，他就有机会融通起来，接受去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叫巧会。那波瑞他是巧会，因为他透过因缘法，所以波瑞告诉我们说，事出可以离家，但是还是要回家。啊，
所以菩萨不就事出事入而无碍？所以菩萨他不需要离生死，哎，他是不会觉得生死即涅槃，生死即涅槃。但是声闻的话，他必须要离生死，他才感受到涅槃。所以声闻他是不是比较属于浊慧啊？他离生死正入涅槃，他是用离此生彼的方式。啊，那它属于什么浊慧？但是菩萨道要用的慧是什么巧慧？为什么是巧慧？因为因缘法，啊，透过粗到细，透过因缘身观因缘的什么平等心，其实是平等的了，啊，做太大的一个挣扎当然是难免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其实调伏自己的心那才是功夫啊，不是调伏外在，也不是在调伏对象，啊，因为我们主宰不了，我们一直想主宰，然后就发现我们主宰不了，所以很生气，对不对？那其实是调伏我们自己，不要去主宰人家，是不是这样？其实是调伏自己，不要去主宰，一方面呢，也调伏自己。啊，摆平我们不平的心而已嘛。好，阿弥陀佛，我们讲到这里哈。